欢迎来到头文字 D 主角选拔赛总决赛的加长赛，相信各位车手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，胜利者将直接获得这一决赛的主演权。虽然冠军只有一个，但在场的每一位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。
次成功爆缸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真没想到这场选角竟如此艰难，但我刚刚接到导演通知，由于只能有一个主角，赞助商已经决定再次拨款提供比赛用车与引擎若干，这将是一场消耗战。但下一局无论如何都是最后一局了，请各位车手休整一下，5分钟后我们将开始下一局比赛。